一般便当餐盒里面的牛肉，如果处理不好，真的会很干柴。这吃起来非常的柔软多汁啊，哇！而且搭配这个圆形的根茎食材，哦，这 CP 太棒了！我这组合吃下去超有饱足感的，吃完让我觉得充满了力量，我想再去一次健身房，实在太适合减重了。哇，真的很好吃耶！